家，王世家，哎，弟兄的，弟兄的，哎，这个专属的衣柜。对，都比我们人还多了吧。对呀、啊，其实有拍一次之后，衣服就不会再穿了。它不是黑尾土拨鼠，土拨它是在地挖洞的，对对 对, 對。所以它那冒出来，我要拿锤子打它。对对对，啊不行不行，就是拿锤子的那个，那个，哎对，就是那个，对就是那个，嗯，哇，它这个这它 nice meet you， 总算看到你本人，哦，看到活体耶，对耶。哦，是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养的？对，跟一般人不是。哦，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养浣熊的。哦，浣熊。哦，对，可是因为浣熊我都问好了，可是因为浣熊它是狂犬的代源。哦。对，所以你如果万一被咬到的时候，是真的是很危险。然后又加上说，浣熊它真的很聪明，而且它是拆家高手专家。哦。所以后来就想说算了，然后就去逛一般的宠物店，想说养养鱼、养养乌龟啊。嗯。谁知道说到了一家比较特殊的那种两栖宠物店的时候，一进门就看到一笼一笼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土拨鼠啊！然后就看着啊，好呆萌，好呆萌，然后就带回家了。然后就这样就带回家了。他会玩逗猫棒哎，猫对它不会怎样，都不会。我们家有三只狗，四只猫。哦。对，他们就是一起。反而是小酷他会去找哥哥姐姐玩，可是哥哥姐姐没有人要理他。哦，而且刚刚浅浅跟他相处得很好，哎，真的。对啊，他也不会攻击他。哦，他就是完全他已经习惯了，懂不懂啊？好好笑，懂。他真的会把动物被咬坏，哎，不是因为我想说我都没逗到啊，他真的会咬坏，他不会这样，不会不会，他不会，不会不会，他不会。他怎样啊？没没没，他只是好奇而已，姐姐很好奇。对对对，姐姐刚刚有跟他互动啊。哦，对，不会怎样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他们两个刚好有相对眼。来啊，哦 ，Duffy， Michael 也要去互动。Duffy 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甜甜很棒棒的哦。好，乖，哎哎。那你也帮这个衣服是你特别帮他制，你做的吗？这个对，这个衣服是我从泰国那边专门就是挑布料、挑款式，然后请泰国那边帮我制作，哦，就量身定做，然后再运回来台湾。这是他的衣柜，专属的衣柜，对，都比我们人还多了吧？对呀，其实他衣服就是拍照用而已。哦，对，他就是只有拍一次之后衣服就不会再穿了。他不穿重复，不穿重复，不真的。对，那他说他需要取名字吗？要，他有他的名字，他叫裤子。但是他是女生，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他叫裤子，像男生，因为他小时候我去带他的时候，他刚好换毛换半截，就像一件裤。对，就像一件吊带裤，所以那个店家就叫他裤子，我就说好，那就叫裤子吧。那我可以看他露点吗？没穿衣服的时候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想看他裸体。裸体是不是？哎呦呦 ，Michael， 妈咪脱，肚子是黑的，没事没事，哦没事，他有胸背哦，胸背也是定制的，胸背也是定制的，哦啊，你喜欢姐姐啊？你喜欢我吗？真的假的？他是喜欢才会吗？对对对，他就是喜欢我吗？害羞了，他喜欢你，不好意思哦，这里是过害羞了，因为怎么叫可爱哦？对啦，他害羞啦，他是不是冷啊？裤子。他们哈，他不怕热，但他怕冷。像台湾这种天气，其实他很容易就会猝死，会突然心脏受不了，会冷。因为毕竟你看他那么小，他搞不好心脏只有一点。对对对，他们肠胃也不好，心脏也不好。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爬高爬低，但是他其实是没有高低的那种观念，所以他下落地的时候都是直接头就直接蹦。天哪！所以他牙齿会断。哦。那如果伤到牙根就不长了，但是如果没伤到牙根，上面的牙齿会再长，下面不会长。但是断个几次之后呢，他们就会长牙瘤，在鼻腔里面长牙瘤，然后就会影响到他的呼吸，就会死掉。这一套好性感哦，那个是玛丽莲梦露，那个还有蕾丝的，这个是玛丽莲梦露，妈呦喂啊，这很疗愈耶，这个我有帮他拍照，然后帮他脸上点一颗痣。脸上为什么要帮他点痣？玛丽莲梦露啊，哦，要有痣啊。他这样一套衣服要1000多块吗？一件要多少？一件大概台币大概200-300块，两三百而已哦。对，哦，裤子你好性感，但是你如果是他整个是大露背耶，我的天，对对对，让他立起来看，我们想要照立起来，哎呀，立起来了，他听得懂哎，哦，他听得
一听到立起来，哇，汗毛真的立起来，完全不动。因为他几乎每个礼拜我都会带他出去拍照。哦，土拨鼠也太可爱了吧！可爱哦，哦，他真的是好聪明哦。来，妈咪给你换衣服。怎么？怎么？他这里好壮哦。土拨鼠也要手臂？手臂？他有在练吗？他这里好壮哦。来，下来。哦哦哦哦，贵妇贵妇，对，贵气逼人。哎呦，这个这件衣服比较当初比较难制作，是因为泰国那边来了来了来了，对，泰国那边不冷，好可爱，他们没有这种材料，好可爱哦，好美哦，那就是贵族啊。哎呦喂呀，浅浅穿不下，而且他都是抬着头这样看人嘞。最近多久？吃草一样，提摩西吃草草类，因为台湾其实没有土拨鼠的食物，对食物，所以只能用兔子无骨的兔子的兔料让它吃。所以它吃红萝卜？不是，红萝卜也不能吃太多。其实，不是吃那个糖炒栗子的栗子吗？啊，不行，那个是谷物。因为他们肠胃不好，如果吃那个吃多会胀气，其实跟草泥马有一点类似。对，他们肠胃是没办法消化的，会死掉的。啊，对。那他会生 baby 吗？哎，在他会生，但在台湾繁殖不出来。哦，哎，他有老公啊。她有老公，但是我其实我没试过。她叫裤子，她老公一定叫上衣，对不对？她老公叫尼莫。好可爱啊！我觉得这一套太逼屁了，太美了。哎，这套是我自己做的，你做的啊？自己这套是我自己做，我就是学，就是我去买布料的时候。然后看到缝，然后自己看到人家样品在那边，后来我就给他偷看了一下，回去自己做。那他们会很容易受惊吓？哎，他们很容易受惊吓，对啊，看得出来。对，越小型的动物，其实它这样已经算是很算蛮镇定了，对，蛮稳定的。我刚刚一直把它肩带放松一点，是因为你都把它穿太高啊，现在每样都露到这，露到哦，低胸的。他那里练得那么壮，他一定有乳沟。哦，他有，是不是？对，他真的有，他也真的有，有乳沟，有胸肌的。对对对，他真的有，他有。我刚一摸，哎，有在练哎，这个梅啊，他有二头肌哎。然后呢，他是套进去。对对对，好。哦，你说我在做胸推哈？嗯。哦。他在讲话，他在讲话。他好乖哦，在讲话了，乖。猫猫狗狗都不一定愿意穿衣服，对，对，它很乖哎，它都给你这样穿哎，嗯，有露胸，要露，哦，哇，站起来，哦，技术帅哦，哦，对，站起来，露胸，王思佳，是王思佳，王思佳哎，低胸的，对，低胸衣服，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转一圈。这个要注意什么？要养它注意什么？养它的话，第一就注意你不要被咬，不要被它咬，因为它咬到的时候呢，你千万不能拉，一拉就会有撕裂伤，一定要缝哦，一定要缝，而且破伤风一定要打，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已经经过治疗，但是还是得了蜂窝性组织，哎呦喂，很严重的。再来就是因为他们很怕冷，再来怕摔下来的这个问题，受伤。对，就是心脏、肠胃跟他牙瘤的问题，其他的我觉得不难养。但是我真的刚好借由节目，我不建议大家饲养，真的，因为它不便宜。再来呢，它寿命短，再来它要亲人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跟他培养。对，我刚前半年也是没旧伤都还没好，新伤又来。哎呦，对。那它是在什么状况之下会咬？对呀，它只要它一紧张，哦，对，一紧张，像它现在心情这样子都还算 OK。其实我已经大概算准了，如果再过一会，它开始会有那种躁动，然后嘎嘎嘎嘎嘎，就表示它已经准备要咬，对，不耐烦了，要咬人了。哦，对，所以别人不能乱抱。咬一咬人。嗯，他马上就不会嘎嘎嘎了吗？没有，继续，而且他咬住不是只是给你咬住，他会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啊，这样一直重复。对，像我这边就是被他老公咬的，伤口好了，但是我里面粘黏，所以我在做家事的时候会痛。这不是告诉你吗？嗯，夫妻吵架我们千万不要管。对，真的，家务
重视，我们外人真的是不要管。真的好多人都在跟我讲，他说一定是他们两个在干嘛，然后你去打扰，所以老公才会跑出来咬你。有可能，真的，我真的后来我也是这样想，人家在做喜欢做的事情。对，对对对对，哦。那他一个月呢的饲料啊，或者是这应该比 Michael 便宜多了吧？3000块应该也是跑不掉，最少，对，最少。